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本期看点：魅力熟男组合 C 位之争，郑元畅、吴尊。这个好酷啊！我们是熟男组合，不服输。人气小哥哥小姐姐来助阵，宋茜、梁靖康、鞠婧祎、许魏洲 ，C 位的业务能力他们能否胜任？宋茜好厉害啊！滑稽戏吗？全能王滑稽演员许魏洲 ，C 位的帅气画风，他们能否驾驭？跟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哇，好帅！你应该是跟男朋友分手了吧？没关系，我做你男朋友。我们以后还要走很长的路，送你一双舒服的鞋子，你要嫁给我吗？这个不是山菜那双鞋吗？四位的他们遭遇奇葩问题，能否轻松应对？快抢！宋茜一号球，依然是宋茜一号球的锁定者。郑元畅是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他只能签下一位，他会选谁？康康吧，他刚出道啊。我猜何老师。成熟的艺人自带资源。没错，各位观众，不要说。唱独家简历重磅发布，翅膀的演说家肯定是女孩。别说马栏山48，马栏山48，我也会成功的。会跳拉丁的摇滚旺仔，他是要跟海涛抢天生的拉丁舞者吗 ？Battle！ 他们把经历谱写成热搜单曲。究竟谁能登上 C 位宝座？大热熟男组合不服输，携全新单曲强势回归。超稳台风何炅，霸道暖男李维嘉，酷帅有型吴尊，可盐可甜郑元畅，四位成员却因频频爆出队内 C 位悬而未决，导致单曲发行一推再推。为解决争端 ，C 位争夺战。一触即发，究竟谁能走上通往 C 位的花路？ C 位之巅锋芒已露，今晚为你揭晓。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熟男组合，不服输。刚才有一个短片介绍，我们这个组合呢成立很久了，但是因为就是 C 位一直没定下来，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发行我们的作品。所以今天就是要决定我们这个熟男组合不服输，到底谁是 C 位。当然我要告诉大家，定了 C 位之后也不见得会发行作品，因为这个组合也就今晚成在。我们还不如叫 WiFi 组合，信号是这样子的。那个，我们先请谁来介绍？先你吧，我先来。C 位强有力的候选者。大家好，我是不服输组合的何炅。我在这个组合当中呢，我是这个主唱 vocal 担当。哇！来一句。不服输，不服输。这青筋棒你改成不服老，可能更有说服力。好，佳佳，你是什么？我是这个组合的智慧担当。只有你们，我们是一个科学组合吗？为什么一个组合里要有智慧担当？只有你想不到的点，没有我接不上的梗。
好，那吴尊是什么担当？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运动嘛，然后自己本身也经营健身房这么多年，所以我来做这个体能担当。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一直不发作品，所以我们的尊尊已经开始健身房从文莱开到了中国。对对对。深圳跟重庆。对对对，刚刚开的，对。期待，希望可以让大家越来越健康。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纵，我们的郑元畅。大家好，我是不服输的颜值担当，好不好？你当颜值担当，好不好？我跟你说，我们组合里面有这个就特别环保，因为有了郑元畅，我们每一天都是植树节。哇！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决定这个 C 位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可能就是 center， 就是谁站在中间，还有一个是 captain， 谁来当我们这个组合的队长。为了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我们另外还有几位可爱的小哥哥小姐姐要分别加入我们不同的阵营，成为我们的助推官。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哥哥小姐们登场吧。来，我们这一边。来来来来来。海超，什么情况？不会吧？耶！哇，倩倩，来来来来来，康康来，倩倩来，快来我们这边，下一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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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今天两个阵营呢，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另外呢，我们这些可爱的小哥哥小姐们，其实都有最近很努力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祝贺我们倩倩的这个新的音乐作品，好不好？先导曲很受欢迎，叫《屋顶着火》。哇，厉害厉害厉害！啊，那个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哦，我是宋倩。另外呢，我们周的新单也要跟大家见面啦。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洲。我的新专辑《The Time》正式发行，就是实体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然后下个月也有新戏要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梁靖康康康。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靖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流星花园》。好，下面呢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在综艺节目当中露面了，最近拍了很多戏。我们韩云熙的扮演者鞠婧祎，欢迎。大家好，我是鞠婧祎，是真的很巧。就是粉丝有帮我算了，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上综艺了。然后我两年前最后一次上的综艺是《快乐大本营》，然后两年之后我第一次上的综艺也是《快乐大本营》。赶巧了，我俩一样，我也差不多快两年没上大本营。可是我天天在电视上看到。两年前是大本营，后来怀孕了，复出也是在大本营。好，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会分成两组来比拼。本场总机制。四位成员将分成两队，七名四位助推官将分别加入两队进行比拼。A 组：维嘉、郑元畅、杜海涛、吴昕、梁靖康、鞠婧祎。B 组：何炅、吴尊、谢娜、宋茜、许卫洲。全场将通过四轮比拼进行 C 位争夺，在最后一轮获得 C 位的成员将成为不服输组合的 C 位队长，享受走花路 C 位仪式的最高礼遇。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有这个位置。哎，你不是已经 C 位出道了吗？我没有。我们这个组合因为一直定不下 C 位，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发行作品。哦，因为打一架不就可以了吗？今天就是来打的。好，今天要打好几轮呢。那谁打得过吴尊啊？他开健身房的。
这样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C 位好不好？来露出真容，我们先看一眼。哇！好大一个 C 耶！坐一下。哇，真的有一种我好厉害的感觉。陈丹丹现在放光了。我跟你说，我有一种，你们都是谁呀？好，来大屏幕关上，你就坐那儿吧。好，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好几轮的比拼，当然最后我们会以获胜队的名义给山区的孩子们送去乐器和学习绘画用品。那么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一些我们这个 C 位的制作人们，今天来到现场，等一下就由你们来投票决定了，好不好？拜托大家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比拼呢，就是要比拼各位的柔韧性。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柔韧度，我对某些同学还是寄予厚望的啊，我们这一队的哈，好不好、啊？我们来也争取赢一个高分。好，接下来这个游戏特别的简单，就是要想尽办法把自己脚上穿的拖鞋粘到我们的这个墙上。拖鞋赛高，游戏规则：每队派出四人，参赛成员穿上特制拖鞋，在不能甩和踢的前提下，用脚将拖鞋粘上墙面，鞋跟所在的高度即为成绩，每队成绩相加，成绩高的队伍获胜。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听着一点也不难。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简单的，是不是？太简单的事情留给你们吧。所以呢，我们就简单的加一个油，我们就开始各自派第一个人，好不好？来，加个油，来。你们是什么队啊？我们是不服队，你们是输队。哎，这样，你们是不服，我们是你输。我们叫不服输，你们叫不舒服。接下来让你们看看你输的厉害。来吧，你们第一个派谁？第一个我们派新人王康康。哇，你既然你们派出新人王康康，我们派全能王周周。Yeah! 好，第一个交给梁靖康。康康加油，康康加油，康康加油。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你一起穿一只鞋吗？你就只要这双是不是？站稳。康康康康，请你不要过1.8米，因为我不喜欢有拖鞋在我头顶。我身高1.8米，请你一定在1.8米以下，好吗？谢谢康康。来，梁靖康的挑战，3、2、1。这是1.7米的高度。是啊，我根据他选的拖鞋可以知道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是？他喜欢豹纹。这不是虎爪子吗？哎，喜欢豹纹是什么性格？你跟我分析一下，喜欢豹纹。很感性。好，这个梁靖康是170。好棒。下面到我们许卫洲。啊。压力好大。你在挑什么？我能问一下。我在挑这个面积大点。我通过这个拖鞋知道你的性格。他的性格是平常喜欢染蓝色的指甲。好，来，许卫洲准备尝试。加油，加油。怎么了？太滑了，这位。怎么了？我像热水椅。差点趴在那儿。对。好，准备，开车。滑稽戏吗？上海滑稽戏团，滑稽演员许卫洲。可以了，你。
该回家了，对不起。一米四，对不起，我都可以啊。哎，导演说，鉴于刚才许魏洲表现得太精彩，紧急调了回放设备，问我们要不要看回放。要看要看，好想看回放。现在这儿摔一跤，哎呦，在这儿摔一跤，最后一米三跤之后踢了个一米四。一会儿要拍戏，你还是好好锻炼一下身体。那接下来各队要派出第二位了。好，我们派吴昕。你们派吴昕，就别怪我们欺负你们了。我们派出的是宋茜。哇！好，欣欣加油啊！欣欣，你的好的柔韧度，你直接到那儿，你别学许魏洲。怪我什么时间？欣欣啊，我看你选这拖鞋，我能什么性格？你的天使灰色。来吧，吴昕准备上场。扔出去的，就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脚在这儿，鞋穿上去的，是不是？我要看回放，我们通过回放来确认一下。来了来来了，高清视频裁判来了，吴昕，哇哇哇哇哇哇哇，哎，甚至才跳到了七十，好像差不多，差不多。好，吴昕的正式挑战。绝对是他脚放进去的，这个我们这个必须认，165公分的成绩非常棒。目前来说，只比那个康康稍微低一点点，但是远远的高过了许魏洲。我是标杆，最低标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许魏洲到底会不会是一直保持最低记录呢？我们的倩倩要上场了，来，宋茜来一个。哇，脚已经颠起来了！哇，颠脚还能往上举。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稍后看点。